四十年前，我坐火车通勤读册，在彰化火车头等火车的时阵，时常都会看到一个落落闪闪的少年家啊。伊夹着一个五分啊头，穿一束运动衫，脚阁穿一双白布鞋啊。因为伊欠缺了一双宝贵的手，所以两边手总是冷冷、空空、阁碎碎。伊的胸前派一卡茶箱啊，顶端有刻树林藤四首啊，还阁一个底钱的曲啊。树林藤一条两块银，要买的人家己摕，家己找钱。逐摆伊拢笑笑啊，共讲落来咯，落来咯。看到伊的认真甲认命，互阮真钦佩。所以讲啊，休困日啊，我会去工厂做工，趁钱来加减家交关。也毋过，啊，看到伊一步一步远离，手害一个害一个背影，却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。对阵开始，我就知影爱珍惜我这双宝贵的手。各位兄弟，恁捌详细看过恁的手未？手指头啊，手底、手盘、手腕、手翘、手骨头，这是一支手的组合。套用咱台湾俗语来描述这支手，譬如讲，电话若甲伊切落暗蒙蒙，咱讲伸手不见五指。一个人若是真软正，咱讲伊双手无百家之力。人讲拍虎掠贼是亲兄弟，啊手巧嘞，屈力当然嘛无屈出。一个人啊讲着话滴答答，啊要做无半拍，拢讲嘴巧不如手强。手强表示手强阁有力。咱宝贵的手，唔但有法度人洗衫、煮饭、捏西、捏料，伊还阁是一个上好的武器。恁注意看哦，一支针头啊，会使来插刀；两支针头会顺个念，手若个拍开，线疤拍呆；手若个钉着，针动锤喊哦。手巧嘛真好用哦，迄个人颔骨若是去啊算条着。无死过半条命，咱宝贵的手，唔乃算做武器，伊嘛是上好趁钱的工具。比如讲，司机运酸手，头毛要吹哦蓬个水，吹风手，啊，搁有咱身材也要好，彩虹师加刀手嘛介重要。恁看，红水乌大斑，啊，搁有啊，咱腰束冷朴。脚床头顶酷酷，这嘛是爱靠宝贵的手雕塑出来。虽然恁无认同，不要紧，这我有这自我感觉有自信。咱宝贵的手延伸要来讲个牵手，牵手是人甲人中间的真爱。囡仔时代，咱唔捌世事的小手，也是去阿爸。阿母的大手牵着，哦，欢喜到球卡海公手。原来迄时阵，无定地去卡着爱人的手，哎呦，心肝头会拍个球。我21岁就嫁人，结婚的一天，我目屎干目尖，看到亲像我阿母迄双柔柔的双手，把我的洗衣裙盖落来，因真认真对我讲：“阿兄啊。”查某囡仔人在家丈夫，出嫁丈夫，对囡仔哩开始，你就是别人的牵手咯。哇，虽然我紧张、惊吓、烦恼，啊，毋过爱着较惨死，阮头家手甲我牵的嘛是对去。结婚了后，人阮头家一双温柔又体贴的手，牵着我少女惊慌的手。台湾头，台湾尾，四界游。伊常常甲我讲，因为我是伊的牵手，伊会永永远远牵着我这双手，一牵30-40年，到即马我拢唔敢放。当然咯，我常常伫耳边甲伊讲，老的啊，你的手，我嘛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。你的家后。
所以讲，交叫做牵手。咱宝贵的手，牵手了后，最后要甲恁分享一个真严肃、真有价值的议题，就是手买钱。一个人双手空空无做啥物来，要回去迄一天，除了加穿一束老寿衫，加一穿老嫁妆，就是手捏手买钱。手买钱并不是王者要早去用的哦，是历年进前要分给用世子孙的一个大红包。人我有分到阮阿爸阿母的手买钱，我嘛分到阮大家大官给我的手买钱。即款手买钱敢袂使用的？即内底拢带新台票，当然嘛会使用的，只是我唔敢摕出来用，因为即内底老侪侪士大人对我的疼爱，即内底老侪侪士大人对我的鼓励，即内底更加留我对士大人迄份永永远远抹袂去的思念。一个人一生中用这双宝贵的手，辛辛苦苦去打拼，总是为着子孙，不管是喜怒哀乐，也是咸酸苦涩，在断了开的刹那间，全部归了土。在归土了后，这双宝贵的手，嘛想要搁摕一挂手买钱来放老子孙，嘿。是一份深深的愿望，愿望手买钱，以宝的手内底来放落给子孙，会当给子孙富贵万万年。各位兄弟，即马，请恁将宝贵的手举起来，甲你身躯边的人握一个手，感恩咱大家拢拥有宝贵的手。以上，主持人。